我们从金瓜石现在搭公车要到九份下车。我们要准备下车了，但是俊杰要搭回去台北。对，我要回去台北。我们现在在九份下车，要走去找东西吃咯。俊杰的车，俊杰先搭车回台北了，因为他晚上还有事，我们继续在这里再去逛一逛。我们进到了九份的老街了，超多人的，哇，这条巷好，人超多的，哇，你们现在人超多的。我们现在要去找热食，先吃完热食之后再来吃甜点。游客真的超多的，好多旅行团哦，日本的、韩国的，真的很多。笨老面店，啊，我们先点喽。翻台湾哦，要来吃面。你要再先，等下要到别的店，所以只要先点一些些。先不要点太多。对，好，因为还有别的。幸运了，哇！谢谢队长，谢谢队长。我以为天哪，原来我今天得头彩的。真的耶。所以我不是来跟他换，因为他换那个比较有趣。哦，真的吗？好，我都还没有看里面什么。然后不同人刮就有不同结果。不是啊，为什么不同结果？他已经定案了。对啊，已经定案了。所以他说你相不相信呢？哦，咦，这也太可爱了。刚才叫出来。好可爱哦，真的可爱。这是行政院啊，刚刚那个哦，忘记了。哇，快要拿给俊杰。谢谢谢谢。哦，有他们两个的头。哇，好可爱哦。不要打开的话，好可爱哟、哦！我们要来吃金枝肉圆。没有味道。这边吃的跟这边你要吃，我不吃了。阿兰超阿贵，你好贵，你好贵，很偶贵，都可以、啊。还有什么网球呢？好、啊，我等一下我自己再另外买，我要带回家的。四个就好了吗？六十。哇，好贵，好贵飘。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来呀。继续往上走。刚刚拍对照那个大家不见面。你刚刚没有注意到。综合天气。综合综合好不好？好啊，玉人综合，好啊，好啊，好啊，综合啊。四碗。好，是这一点。四碗综合又热的。对，好热的。热的吗？对。制作。这个也太大了。对呀、啊。这到底吃的地方在哪里？哇，不是那地瓜，地瓜，地瓜。哎，这种红的比较好吃。真的哦。比较香哦。这边怎么有一种拍电影的奇怪的感觉？这里有一个传统的那个馄饨汤的感觉。对啊，有一个馄饨汤的味道。还有那个麻油味啊，这些不一样。啊、嗯，难怪我就说，怎么那么特别，还跑到你那？
我的妈呀 OK 哇，太特别了吧。吃完芋圆出来，现在往前走。从底下往上看上去，游客真的非常的多，有好多的那个韩国游客都是一团一团的。这边是升平戏院，这整个看过去几乎都是韩国团或日本团，非常的热闹。我们来吃九份地瓜臭豆腐。我不吃了。你不吃了？进来坐啊，坐在里头等我。好吃的臭豆腐，很香。已经完成我们的吃喝行程，现在要准备去搭车了。小朋友，九份老村老街收垃圾奇景，有六个人吧。真的耶，真的好特别。真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九份观光，我们现在正在执行垃圾收音工作，有一下道狭窄，请避让，请小心，谢谢您的协助。很厉害。九份へようこそ。ただいまゴミの回収しております。道が狭いためゴミ収集車が通るときは道を開けて気をつけてお進み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九份的欧星公司欢迎哈比达현재쓰레기를수거중입니다길이좁으니쓰레기차가먼저진행할수있도록도와주시기바랍니다감사합니다